谢谢大家百忙中哦来参加我们这个 press release 啊，2016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Pageant 今天开始开训典礼啊，我们今年有11个finalist， 那在8月7号在 Sengabe Hilton same as last year 在 Sengabe Hilton 我们有决赛晚会，那我们今年的变化是票价从80块降到了60块，是我们那个 respond to the community response， 就是说 $80 对一些年轻人来讲负担比较重，所以我们就lower the price $60，我希望大家踊跃来买票来看他们的表演，来 support 这个 activity。那过去一年的话，他这个 Queen Eva 也参加很多男就是那个 charity 活动parade， 还有一些community 的 service， 所以leadership， 还有 strong leadership， 然后希望他们呢，也是可以来 continue to help 2016的那个pageant。那我们那个董事长来鼓励大家一下。台美小姐的选拔哈，是台湾会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rogram， 因为它是。台湾会馆是一个慈善性的非盈利的组织，所以理应宣扬人道关怀这一方面的活动。那在这一方面来讲，台美小姐的选拔是就是 serve 这个 purpose。那我们台美小姐这个选拔已经好多年了，我们台湾会馆 very proud， 每一年对 community 的 service。如果能够出力能够去帮忙的都有出来，没有 一年没有没有一年有缺席，我们这个传统我们就一直就这样办下去。那 committee 给我们最大的帮忙就是来我们给我们鼓励。那台美小姐里面其实真是很多事情，也有很多的 volunteer 来帮忙，那他会管也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台美社团有这个志工的精神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那乡亲就希望来参与，来看我们台湾会馆为这个社会所做出的一些事情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以前是没有做头发的，那就去年开始也增加了他那个 hair do 的那个 program， 然后去年也加了一个专家女性专家来给我们 training， 所以一年每一年哦 ，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。我每年哦都有筹划这个活动，看到这些candidate transform 哦，像confident， 然后就 inside out 变成很漂亮，然后 be proud of their identity 哈、，be a Taiwanese American， 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。那我们是不是请来介绍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volunteer， 这是我的朋友这个活动哦，我一个人是做不起来的。太多的 detail， 那都要 involve 很多 community 的 donation， time， 还有 money， 才我们才有办法这办得起来。那我们请那个Grace 来自我介绍。OK， 我叫 Grace Chu， 我是已经差不多30年的 corporate 的 job， 的退休的。那我现在这是我第一年 involve， 来帮助这个pageant， 我也很高兴，我希望。能多为这个 community service。OK， Fidelis 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是 Fidelis Shea， 我是因为看到那个苏赖，他每年都用很多时间跟精神，还有他也是很热心去fundraising for the 这个 program， 所以我也是对他很 admire， 所以他问我要不要做 volunteer， 我义不容辞来帮他。OK， thank you， 拜拜。谢谢。沙大哥，我叫沙大哥秋哈，我也是因为看到苏赖这么认真哈，还有阿宽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我有20年的进口的经验，那进口的。东西就是 accessory jewelry 这方面，所以小姐们戴的这款这些东西我都非常熟悉。还有我本身是学服装设计的啊，然后我也有10几年的跟服装进口的经验，所以想
我应该可以把我这些过去的 experience 发挥一下，帮助这些小姐们有更好的那个服装的选择啦，颜色啦，或者是怎么样的 style 会让他们更出色的这种自信，所以我希望今年会很成功，非常的亮丽。那 Steve 是我们的 committee。好，我叫 Steve 周清亚哈，也是会馆的董事了哈。就是台美小姐呢，从1999年就是为了这个人口普查，开始这个 idea 开始有这个台美小姐的选拔。那台湾会馆呢从2000年到现在哈都陆陆续续的哈做这一个台美小姐的选拔。那希望透过这个我们这个柔性的外交呢，透过我们这个文化大使呢，能够促进台美文化在美国这边的传播，希望说我们能够继续下去，这个一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文化活动，希望媒体朋友多多报道，谢谢。这个活动哦，在台湾的会馆是 one of the important event。那是这个活动哈，让我们那个 older generation and second generation connect， 所以希望可以引导 second generation 也来 involve 我们台湾的 community。那一方面，他们又代表我们台美人是我们的 ambassador， 是青山小姐来跟其他主流社会还有其他的 minority community 来当做一个 bridge， 所以是非常very meaningful event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个Queen 还有。2015的 code 来 share 他们的 experienc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夏君安，英文名字 Eva Sha， 我是2015-2016年的台美小姐皇后。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，去年我就在隔壁的房间，很紧张，很期待参加这个活动。一年已经过了，然后在这年里面，我们参加了很多台美社区的活动，然后有做了很多 volunteer 跟 community service 的 event。经过了这个 pageant， 我们全部的人都真的学到很多，然后希望过了我们今年的努力，有让世界更认识一点台湾。你介绍你的 code。好，在我旁边就是我们的第一公子 Tiffany Chu。嗨，我是朱伟安，英文名字 Tiffany Chu。就像他讲的，去年一样，我们这几个女生，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学到了我们台湾的文化，然后除了那个，还有学到说怎么就是坐姿要怎么样，然后可能穿高跟鞋啊，或者是化妆什么的，我觉得帮助我们，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其他人，像我们其实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UC Irvine， 然后所以就刚刚好，然后所以可以认识到很多其他女生，然后也一起成长，然后经过去年的选美，然后这一年我们去了很多的一些community service 的 event， 然后也帮助了很多人，然后也觉得说很好玩，然后我觉得对今年的女生她们来讲说，觉得说她们会学到了很多。Hi, my name is Stephanie Tim， 我是2015-2016年台美小姐第二公主，我的中文没有她们那么好，所以我可能就用英文来讲。But this past year, participating in the Miss Taiwanese American pageant has been a year of pers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. We learned a lot through the pageant training, a lot about confidence, about poise, about leadership, and about our heritage. Throughout the year, we participated in a lot of very unique activities in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. We had a very enjoyable, memorable year. 我叫江欣荣，英文名字叫 Alyssa Chang， 我是2015年台美小姐第六个公主，然后这一年下来，我真的学习了很多。我觉得我现在也比较有自信了。然后我也很高兴认识很多很 talented 的女孩子。那这一年下来的 community service， 我也学到了很多，就是可以出去，就是跟人家 interact， 然后帮助人家。OK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林总统刚刚当选我们新的台湾会馆董事长，所以恭喜他。Last night 是 new， 我就 newly 刚刚出炉的台湾会馆的董事长。
新竹的老会长，在会馆已经18年了。